好了，走了，拜拜，，明天见。多小步啊！就就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爱到你了吗？没有啊。蓝宝石的项目调查的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那你。你觉不觉得他，他可能有别的主人啊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就是有没有可能，这个东西它看起来呢是属于你的，但其实呢，它是属于别人的。是吗？所以你是想让我放手，让我把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，对吗？你还想说？其实有些人留在我身边，但他的心也不属于我，对吗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你明白了就好。你就这么喜欢方烈吗？这跟方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你为了别人而受伤，你为了他留在我身边，现在甚至叫我把你让给别人，你觉得我有这么大度吗？我不是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准你看着他，也不准你对他笑，更不准你喜欢他。你是我女朋友，你只能看着我一个人。先走了。喂，这边。